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数字组合？你没猜错，这个数字属于一位患有先天性白内障的音乐人，他的右眼失明，左眼只剩下0.03的微弱视力，他克服了种种障碍，居然在爵士音乐上闯出了相当宽阔的天地。不是只有我们台上的乐手，而是在座的每一位，所以可以让我们先听一下你们热烈掌声好吗？谢谢你们，太棒了！今天呢，看到我们的造型呢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带来的第一首曲目就是《牛仔》，好吗？双手接给我们，一起开始。
接了白猿。好，介绍谁呢？挑一个，左手边后面有一个鼓手，他是摇头的鼓手，他叫做卢思友。哎呦，接下来介绍我右边期待腰上面非常冷的口琴手。接着我们就担心了，泽栋，耶，泽栋，好嘞，泽栋，接下来我们非常不太放这儿去，可以，这次上的就是。老师呢，他是右眼全盲，然后左眼有多少视力，有谁知道吗？